终必会梦想。是你这小子，你忘了上次做我的手下败将吗？此一时也，彼一时也。就算你有长进，现在跟我斗还不是时候。回去再跟师父学几招，再回来挨打也不迟啊。是礼，我师父已经教过我了。你快上船。就要封，用不着解释。穆驸马，你们给我听好了，就算把这客栈给拆平了，也要找到献给皇上的宝物。要是搜不出来，所有人知罪。是。怎么样？这边看看。你是第一个罪魁祸首。你身为武当掌门，负责护送宝物，这东西丢了，该当何罪？驸马，我你不用多说，你拔了。帮谁啊？还能有谁？孙碧云。帮他帮掌门。哼，掌门。掌门又怎么了？快给我绑。还犹豫什么？再不绑连你一块绑。成器，你就来绑吧。门弟子实在迫不得已。别说了，绑吧。弟子得罪了，把他们带下去关起来。冷月童呢？叫他出来。回禀驸马爷，房间里已经没有人了。什么？无极，你刚才真的好英勇啊！别理，怪你。知道我们要出事吗？坦白说，我追来是因为有一件事，要是不讲清楚的话，我一生都会内疚。什么事啊？这么重要啊？这是关于那道平安符。平安符？什么平安符啊？就是在出发之前被月童撕掉的那道平安符。跟你没什么讲，无聊之极。喂，哦，怎么了？其实那道平安符是我专程为你求的。真的？我就知道你当时一定是误会了，你以为我是求给别人的。
是不是？是啊。我不想你带着这种心情上路，越想越不对劲，所以我就马上赶来了。急了赶到河边，就看到你们跟那个杀破天打起来。不过幸亏你赶到，要不然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。母亲，你对我真好，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。这点小事，别放在心上。刀剑是不是在你那儿？根本就不在我这儿，要是在的话我也不会在这里了。那你为什么要杀他呢？我正要问他们在哪里呢。那你现在只有问我了。本来你是可以从他身上知道郡主他们的下落，可惜你来迟了一步，也就是说现在只有我一个人知道郡主的下落。从现在开始你就得听我的了。卑鄙小人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卑鄙也好，不卑鄙也好，你要想知道乌鸡血剑的下落，就得跟我走。你是跟呢还是不跟呢？别以为我不敢杀你，我只想看看你玩什么花样而已。还是请你上床。才追得上，哼，急什么？这里风凉水冷，正适合有个情男女在这里谈情说爱呀。狗嘴里吐不是象牙，谁跟你谈情说爱？哼，难道你就不能让我做一下梦吗？白日梦。你为什么要这样讨厌我呢？难道就是为了昨天晚上客店屋顶的事生气？文月童姑娘，我有个预感，你我这一生都会纠缠不清的。你这个人真不要脸，谁跟你纠缠不清了？你小心一点，别乱动。哦，原来你害怕水啊？谁说我怕？哼，我天生不怕水，而且我还很喜欢吃鱼呢。这儿应该是个岛啊。这水路能到应天府吗？我们漂流了一天一夜，我也有点分不清东南西北，不过按理说应该是吧。哎，先别管那么多了，等上了岸再说吧。嗯，这个荒岛应该有人住吧。这里应该不是通往应天府的路，应该很繁华的。看看有没有客栈。客什么栈呀，眼前最重要的就是吃。你还说呢，我快饿死了。哎，上去看看吧。喂，啊，烤羊。哎，不能吃。为什么？可能是有人准备好的。那我们先吃了再说也没人。不行。哎，赵无极，你怎么老是跟我作对呀？我怎么跟你作对了？就是不能吃。好了好了，你们两个怎么总吵架呀？我们现在流落荒岛，应该同甘共苦，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我们开始吃羊吧。对，先吃了再说。哎，这羊是不能吃的。为什么？这是用来祭神的，不是用来吃的。祭神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哎，我有银票。银票？银票在我们这里是不管用的，这羊绝对不能吃。那你们这儿除了烤羊，是不是还有更好吃的？就住这样的房子啊？对啊。真的？都是这样。那我们到别家去。哎，不用去别的地方，家家如此。你们就在这里面生活啊？是啊，我们都是这样。你们在这里多久了？
住了好几十年了，为何你们不选择离开呢？幸好每逢初一十五，有些船会运些粮食来，只是不太够。谁接济你们？该不会是朝廷吧？呸！朝廷才不会管我们呢。那么是谁？哎，我们出去走走吧。好，走。来过这儿，哎，难道他们的船出事了？母亲血溅，母亲血溅，可能在水里面呢。母亲血溅，哎，醒了。昨天谢谢了。你睡得还挺香嘛。这么早你去哪里啊？去摘了两个水果。吃吧，吃了去找郡主去。在这里吗？大家快点过来干活！哎，那边有很多人，我们过去看看。快点，快点！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没耐心？我当然有耐心，但等待是很磨人的，除非你故意要我难受。我看
你也不至于那么狠心吧？等我想通之后，我再通知你。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。我是一个做大事的人，我是不能忍受无尽的等待的。我们走。为什么要在我面前跟他那样说话呢？他是哪一个？当然是冷月童了。原来是月童。月童？月童是你叫的吗？你到底和他是什么关系？这是我们之间的事，与你无关。有，从这一刻开始就有。这一刻？原来你爱上他了。我不会怪你的。我见过不计其数的女孩子，她的确是一个很特别的女孩子。你给我闭嘴！就凭你，我警告你，从这一刻开始，你不能对她说任何越轨的话，更不能对她做任何越轨的事情。看来你似乎爱得很深了。少管！我对她怎么样，你要管；你对她怎么样，我却不能管。而且你现在不能干对她不利的事情。我告诉你。从来没有人敢干涉我的事情，何况你是我的儿子，就算你是我的老子，你也不能。能，从现在开始就能。试试看，我现在就去找他。你想怎么样？想杀了我？无战月童吗？我不是儿子，会杀你。大家小心的吧。不要以为我向你求和。这是厌倦我们父子俩多年的相争，我很累。霍郎，我们算了吧。我告诉你，木兰雨是我的实力范，况且你打不过我。如果你要待在这里，你就得依靠我。这样吧，我们父子暂时停火，你看怎么样？行走江湖是不能动真情的，一动真情就会失去冷静。我大胆告诉你，我跟冷月童只是合作的伙伴而已。我要利用他去杀永乐。杀永乐？对，仅此而已。暂时来说，仅此而已。做事向来干净利落，我要用这个小岛作为大本营，就是想推翻明朝。冷月童是我养着的众多手下之一，当然得为我所用。现在明白了吧？那等你利用完以后呢？是不是也像以往一样杀了他？恩公，你舟车劳顿，又为本岛居民带来了大批粮食，我得好好敬你一杯，赶快去准备酒菜。是。哦，请。啊，好好。哎，请。哎呀，别弄了，趁他们去拿粮食，赶快走。哎呀，长到你们三个就好了，快到族长屋里去。什么事啊？岛上来了三个贵宾。三个贵宾？不是，是让你们去帮忙招待三个贵宾。啊，快跟我走吧。我跟你去。你都不要管我，快点走了。你们也快点来。走。爸，快走吧，再晚就走不了了。君主，你要是这样，我们大家都走不了了。走不了就走不了。
你要是这样的话，我们三个人的希望就都泡汤了。谁知道船下次什么时候来呀？他走不了，我一个人走有什么意思啊？郡主，你不能这样。我一定要等无忌的，我不能做一个无情无义的人。郡主，我知道，可是张无忌说来就一定会赶来的，他不会丢下我们两个人不管的。要不这样，我们先上船，等他来了以后，我们再开船好吗？啊，走吧。酒是好酒，这个味道以前好像喝过。不会的，你搞错了，这个酒是这里的岛民自己酿制的，你怎么可能会喝过呢？可能是我一时糊涂吧。没关系，做人难得糊涂嘛。哎，你喜欢这个酒吗？嗯，喜欢就最好，来，我们一起喝。来来，月藤姑娘，我敬你。越痛快这里的生活，将来刺杀了那个老皇帝，越痛到时候可以来这里避一避，我会叫族长好好的照顾。那是应该，我向来无意干涉朝廷的事，不过你也有所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和你一起去行刺那狗王。越痛办事有勇有谋，他一定下定了决心，在献剑之时一举自立，完好无力，十个人头都不够赔。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，你躲藏的日子不会太久，军事成功你一定是大功臣。哎，还不上台？我有点不舒服，我先出去了。哎，我陪你去吧。不用。火狼，我敬你一杯啊。是你。嗯。他怎么还不来啊？你放心吧，他知道我们在这里。哎，会不会出事了？我去找他。哎，郡主，他要是出事了，我们就更不能再等了，否则连我们也逃不了了。来，坐下，我现在就开船。不行，我们不能走。郡主，回到中途我们一样可以找人来救他。不行，无忌不走，我也不走。为什么总是对他那么好？郡主，你醒醒吧，我韩一山也是个男人，就是没有他张无忌，我韩一山也可以保你安全的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凭什么这么说他？他强你一百倍，你永远都比不上他。你是为了郡主才来的，把无忌写信还给我。剑不在我这儿。不在你那儿，在郡主那儿吗？我不会把剑给你的。为什么？剑本来就是我的，是你那个郡主把他抢走的。我不会让你去刺杀皇上的。那狗皇帝是你谁？你怕我把他杀了之后郡主会伤心？这件事根本跟郡主无关。那跟谁有关？跟我有关，也跟无数平民百姓有关。你为什么要去刺杀皇上呢？现在的百姓至少丰衣足食，为什么非要添烦添乱呢？就算永乐他死了，老百姓过的日子还是一样的。不，他一死就会引来政局混乱，可能有别的人争当皇帝，到时候受苦的还是老百姓。你不告诉我郡主在哪儿，我自己会找到他。你跟他有什么深仇大恨？你为什么非要刺杀他？这是我个人的事，我不需要向你解释，你也管不着。你要弄得生灵涂炭，我就得管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刺杀皇上，成则有害苍生，败则赔上性命，这值得吗？你根本就不明白。我是不明白，但我劝你三思而后行，一时冲动将会断送一生，将来只会追悔莫及。命是我的，是生是死与你无关。你这是放任你自己。这世上还有很多关心你的人呢。你是说你自己吗？就算这一条是不归路，也是不自己选的。既然你这么想，我也无话可说。我只想你记住，无论你有什么原因也好，你自己一生的幸福都在你自己手上。他是谁？这里危险，你快点走吧。你自己要多保重。
你别去，一会儿他回来了，我们又去找你，这样岂不是更浪费时间吗？好，你要等他，我们多等一会儿。没事吧？没事，刚才酒力不慎而已。据我所知，你的酒力不是那么不济的。他醉酒就是醉酒，难道还要骗你啊？中土的酒我喝得比较习惯，但你们这儿的酒香中带辣，有点不适应而已。我有点不舒服，先回房间去了。哎，都是我不好，这里的酒啊不好喝。哎，没事没事，只要我们多待一会儿，杀了那个永乐狗贼，攻入皇宫，到时候什么玉液琼浆都任由我们品尝了。先休息吧。好。哎，要得到世界上最好的美酒，等我做了武林盟主之后，还怕各路英雄豪杰不来进贡吗？对，但是你得到的只是武林，是为远在东瀛高丽、大使波斯等地名酿，会不会送来给你这个武林盟主呢？江湖称王称霸，得到的只是江湖，如果你一统天下，得到的却是江山。古往今来，多少英雄豪杰为此付尽了毕生的血汗。你不要忘了，我们始终是武林中人，就应该以武功称霸，谁想要什么江山？有江山可以兼领天下江湖，有江湖未必有江山。厉害，你到现在还分不出来吗？难道我的儿子只如燕雀吗？竟然不知鸿鹄之志吗？哼，只怕鸿鹄飞得越高，跌下来时就会伤得越重。就算你有多远大的志向，又有何用呢？人还是现实一点好吧。现实就是我们父子同心，其利断金。如果你肯放弃江湖的纷争，一心助我，以我们父子的智谋武功，有何愁大事不成呢？哼！快来！什么人？哪儿来的？我们是上京的，见到你们真是太好了。吵什么吵？吵什么吵？把手举起来！你们给我退下！你是干什么的？鄂王郡主在此，不得无礼。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下官不知是郡主微服出巡，大驾光临，多多冒犯了，请郡主开恩，饶恕下官死罪。哎，他们也是皇命在身，不能疏于职守的，加紧盘问也是应该的。谁说过要跟他们计较啊？哎，好了好了，起来吧。起来吧。多谢郡主。你们谁知道龙门客栈离这儿还有多远？还有三十多里路，我们要尽快赶到，你们带路吧。是，郡主请。你们这帮庸才，到现在还没找到郡主和乌金血剑，属下该死，还不滚去办事儿！听好了，三天之内若再找不到郡主和乌金血剑，就算我不治你们罪，皇上也不会饶过你们。
禀驸马爷，皇上来了。啊，皇上来了。臣木心恭迎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女神吗？谢皇上。怎么样，郡主有消息了吗？回皇上，行政着手全力追查郡主踪迹，相信不日就可找到郡主。我说你是怎么办事的，竟然把事情弄成这般局面。回皇上，此次负责护送郡主及吴京血溅的是武当门人，其掌门孙帝云因失职已被臣扣押，等候皇上发落。事到如今，就算是治他们死罪，也得赶紧把郡主找回来才最重要。臣领旨，请皇上放心，臣必定竭尽全力尽快找到郡主和乌金血剑。袁先生，袁先生救我呀。不，在下所及之事袁先生心里明白，郡主能否安然归来此其一，还有那薛禅金刀。袁先生，在下是想请您替郡主卜卦呀。嗯，据我刚才所观之天象，斗秀与牛秀之间有紫气上升，该是宝剑之精上彻于天。既然金刀宝剑确保不失，郡主的安危应该是属于上级的。哦，那可是太好了。虽然郡主平安无恙，但驸马你却有一劫呀。我？驸马爷，驸马爷，是张无忌和韩以山护送郡主回来的，而且金刀和宝剑也都带回来了。哎，下去吧。是。袁先生真乃神人也。驸马，你也不要高兴得太早啊。袁先生，你刚才说我有一劫，可是现在郡主金刀血剑都回来了，该不会再有什么祸事吧？祸兮福所依，福兮祸所伏。啊，福兮祸兮，福祸难分，臣有命数相依。你还没有赶得及把金刀放回去，万一皇上发现，打开发现河内无刀，那袁先生这可怎么好呢？要不你赶快给我看个相，或者卜一个卦也好啊。此时此刻还卜什么卦呀？这为今之计，是赶快把郡主找回来的金刀子。
时代下。